看它毛球起成这样，干净。有没有看到这个裤子的原样回来了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张嘉颖。最近在整理衣服的时候，发现衣服好多都起毛球了。准备了五样工具，我们来看一下哪一种除毛球的效果最好呢？那我们现在来开始。好，第一件非常的可怕，你看它毛球起成这样。方法一：封箱胶带。封箱胶带试试看，马上粘不太起来。方法二：刮胡刀。第二个方法，我们使用刮胡刀。有哎。这一片都是有刮过的。刚不小心刮破一个洞。方法三：刮脚石。刮脚皮的道具。我觉得效果很好哎，这个裤子的原样回来了。有没有看到这个裤子的原样回来了？干净，干净溜溜哦。方法四：牙刷。非常多毛球，好，来试试看哦。好像刮不太起来，牙刷刮不太起来。怎么一直弄不见啦？方法五：菜瓜布。哦，粘在这里，这一只脚还是有很多毛球，还是我刮后边，刮直的刮不太下来。横的可以下来，哦，我累了，觉得我手臂超酸的。那今天特别拍这集呢，我想要表达就是我是血晶养母，想太多了吧？刮脚石随便一刮，毛球都起来了。万一如果不能起毛球，用刮脚石就对啦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叫我血晶养母哦。欢迎加入硕思 YouTube 频道会员，看更多幕后花絮以及不定时直播哟。